国防部新战大队女少校林嘉璇曾担任举光人地当家主播，还有举光甜心封号，没想到被曝介入同部队男少校，简称 H 少校的婚姻，更遭到正宫提告。对此，国防部17日表示，已经将相关人员以国军军风纪维护实施规定和与大过一次处分，并列入汰除对象。而举光甜心正好和年代主播林嘉璇同名同姓，主播为此发文，今天是一个适合自我介绍的日子。原文网址：举光甜心林嘉璇撞名年代美女主播，私讯炸翻脸书，雪清丽撇清，林嘉璇晒出自拍照，形容今天是个适合自我介绍的日子，并列出雪清丽曾担任中天TVBS 资深国际记者、主播，目前在年代新闻服务，以 hashtag 强调没播过举光原地，不是甜心，跟国防部完全无关，跟国际新闻。